好，来看到2022年的月光海音乐会12号是迎接最终场，吸引了将近有超过千名的民众到场来参与活动，其中压轴表演宿命是带来一连串的精彩歌舞，现场民众也跟着音乐一起来舞动。可惜的是当天月亮只有露出一丝的月光，但是也不影响民众想要享受现场的感动，在歌曲当中纷纷开启手机灯光，让现场成为一片的浪漫灯海。随着音乐节奏欢乐的跳起舞，2022月光海音乐会中秋连续假期办理以岛国热浪、岛阳重月以及众岛之阳为主题，而十号最终场吸引了数千名的民众到场参与活动，其中压轴表演苏米恩带来一连串的精彩歌舞，现场民众也跟着音乐一起舞动。不错，大家的氛围都蛮主动的啦，就大家都不会约束怎么一起跳舞哦，我觉得蛮棒的，有融入这个气氛啊，我会继续的，蛮喜欢这个今天这个活动的，蛮棒。可惜的是当天晚上月亮只露出一丝月光，但也不影响民众享受现场的感动，在歌曲中纷纷开启手机灯光，让现场成为一片浪漫灯海。由东莞处主办的2022东海岸大地艺术节月光海音乐会，吸引无数铁粉到场参与，每场次人数都破千名以上游客参加，无论是文创商品或是美食摊位，都挤满了排队购买人潮。透过活动将东海岸的美丽展现给旅人，并且认识当地文创商品以及在地美食，而多场次的音乐会让到来的人享受暑假夜晚的音乐飨宴。解盘者陈功真报道。